赶快结婚。对啊。来，然后三个小孩，然后他的小孩再生个小孩，然后那个你在讲故事哦。大姐赶快结婚。然后哥哥可以那兄弟可不可以赶快结婚？我年纪还太小，等到一定年纪我长大了跟你结婚。哦，二姐呢才考上台科大，我上小报都每天哦，对，到时候没考上找你。好，那算了。人家有证据哦。好，还有啊，其他人还有你姐。我姐没前途。你要讲吉祥话。好的。哎，今天长到一六八。好，长到一六八。啊，你哥嘞？你要长到一六八而已哦。长到一八六。哎，长到一八六。我长到八六一嘞。一八八。啊，你哥嘞？哎，不对。啊，一八八。对，一六八啦，一路发。啊，你哥嘞？我哥哦，一八六。没有，老说你哥啊，你没有祝福他什么？哦，他哦，咪咪越来越大，好了。哦，资深。嗯。啊，你要不要祝福阿嬷？阿嬷哦，嗯。身体健康，变成人瑞耶。好，其他人，嗯，每年都讲一样的话，那就算了，谢谢。那。